是哪一个站呢？东里哦，东里。东里我没来过。我到终点，那就是终点站。这里有没有来过？有。这里要骑车呗。陈志邦有来过这里耶。反正东里比较没人，对不对？整个玉里东里这边就非常的幽静，然后可以看到整个稻田的部分。整个中央山脉。